看完这关林区的大学校，继续来看到这关林区的一间小学校，就是这明湖国小。因为是这庙中有孝，孝中有庙，所以这学生哦是受到佛祖的保庇。搁再加上学生人数不多，这小班的教学总是受到师长的注意。校方为着要带予学生甲家长一个无同款的毕业典礼，特别用心安排毕业典礼。这学生哦，现在人人拢有奖，得到上届这鼓励，也够祝福。师生做伙集合起来，多像就是一个大家庭同款。为着要将毕业晚会办好，校方特别向餐厅业者来做这场所，而且也请到各界贵宾做伙来参加活动。因为讲是小学校，今年的毕业典礼拢总是有八位毕业生，大家都有奖品，上届者甚至是领了十几项的这奖品。我们很期待国中的生活，我们也很期待以后。我们的生活可以比国小更加精彩，把国小比国小所有的缺点改进。我们今天拿到多到数不清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各界来宾送我们的所有礼物。我希望我的缺点都可以改进，然后在国中要比国小更厉害。在校生上台来致辞，表达对着六年学生的依依难舍。因为讲是小学校，所以平常时大家上下课拢有机会会当相处做伙。即马要毕业了，大家难免都会唔甘。校方强调，虽然讲是小学校，但是学生的课业依然是有真好的表现。我们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梦想发光哦。那今年我们也各班级的小朋友，他们都展现了自己的才艺，不管是跳舞还是相声还是才艺哦，都是展现得非常好。我们感谢我们吉任老师的指导。虽然唔甘这八位毕业生要离开母校，但是校方也安排节目和学生上台表演，而且邀请到表演团体前来带动气氛。希望讲在快乐的气氛之下，大家做伙祝福到这八位毕业生。到国中了，会当继续好的表现。这是文科素媛林报道。